听这个刘洋同学。我的姓名就是这个刘洋，然后是一个吉他手，电吉他。高三的时候组过一支乐队，大一的时候组过一支，大二也组过一支，分别是黑金属、后摇滚、流行摇滚。我想组一个以后朋克为基础的一个实验性乐队。什么是实验音乐？顾名思义，就是处于试验阶段的音乐。取悦耳朵不是它的首要任务，好不好听，分人。因为你们想过这种实验性音乐可能是不被大众接受的。他们不接受是他们的事，我做好我自己就好了。我想问呢，为什么你组三支乐队还想找下一支乐队？他现在已经有四支了好像，然后找第五支。所以你要在四个乐队里当 F man 不累吗？正是因为我是 F man， 我可以决定了这些乐队什么时候工作，什么时候放假。哇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哇哦，刘总好，那咱们先表演吧。好吧，好，带来我的原创歌曲 After Say What's Dying。请到你的表演区。谢谢。哎，你在你的歌里面，你融入的最特别的乐器是什么？最特别乐器，我觉得这个乐器没有一个框架，任何可以发出声音的，比如说我把这个线拔出来，然后用手去碰这个线，发出了噪音，滋滋噪音，我觉得它也是个乐器。它的理念我非常赞同，我觉得不管是螺丝刀还是扳手还是榔头。他去敲击这个琴弦的时候，它都是一种声音。我觉得声音它就是可以放在音乐。我认为他今天是为数不多的非常全面的人。东西拿出来，说实话，我们得看手上的活吧，绝对是够的。我就别客气了，我先来吧。谢老师。我有两个都挺想邀请的。你可以讲一下是哪两个人吗？卢俊杰跟萨姆哈，这两个我都挺想邀请的。他说他做很多乐队，那刚好我对乐团这方面的东西其实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心里是期盼他来选我的。我对刘洋挺感兴趣的，他能让我感受到我的冬不拉是能够融入到乐团里的。但你现在目前得先选一个。那你们俩就手脚步一下。这么随性吗？反面教材。真的吗？哇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布。好，是卢俊杰。说唱乐队也是我想做一个方向，然后他说唱也特别吸引我。他一上场我就是我要的人。好羡慕。那就是他是 F man 对吧？是四星，我有问题也没有办法。真实。恭喜你们组队成功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鼓手吧。